传媒大学北院餐厅热闹非凡。原著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，现传媒大学教授拍的崔永元真面的餐点当口，成了校园里的网红饭馆。据悉，崔永元真面由崔永元餐饮团队经营，当口的牌匾由崔永元亲自题写，还摆放着两台电视播放崔永元经典纪录片作品。在崔永元真面馆购买午餐的顾客很多都在拍照。目前崔永元真面当口目前属于试营业阶段，该面馆除正常经营以外，也把资助在校的贫困学生等公益项目列入日常责任中。对于崔永元真面，崔永元发文表示，你想不到我们的面馆是安保最严的，云泥米小的，所以暂不考虑在高校以外的地方开分店，除非你有办法24小时盯着这口锅。